这个萌萌的，我的辅导员就是萌萌的辅导员，我们找到了拍照片的那个人，他可以帮我们作证。你只要放所有人都下车，我就可以把照片交给警察，我们还萌萌清白好吗？王兴德，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张成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一定会重新启动对你女儿案子的调查，还你女儿一个清白，你明白吗？你们这么做根本伤害不了那个流氓，这个人还在逍遥法外，你们为什么要去死啊？我们现在有证据，可以还所有人一个真相，不要让真相被掩埋啊。你们巧了，我有人相信的，我们相信，你也一定要相信警察，我们一定会还你女儿一个清白。安老王。